哎、欸，可以改名了，观众，我可以改名了，我有足够的男粉，赶紧给我一个 ID 好不好？我不想要再拉屎了。Bad girl, I'm a nice guy. Liquor in my cup, I gotta really toughen up. Yeah, nurse strap. 好难受哦，为什么每次开台都这么多大咖开台啊？真的要把我们这种小咖赶尽杀绝是不是？大家，我要去那个了。我要实况露鸟了，我要帮我那个挽救一下人气哦。我实况要露鸟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是时候要做一点事情来冲一下人气了。别人都露奶，我决定要露鸟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说 YouTube 一天一影片，好像两天都没有影片？我说了，这个最近剪片师出现了点问题，因为我最近有在换了一批新的剪片师啊，所以还在需要沟通，就是我要跟他讲我理想中的影片啊、封面啊是怎么样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就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去协调一下。我们频道是什么？重质不重量 ，OK？ 好笑就好，那就不用剪了呀，那我直接把我整场的语配都直接上传在 YouTube 了，对吗？就看我的样子都觉得很好笑了，有些人对吗？我都不需要做效果，不需要剪接师，不需要帮我后置啊，对吧？我都直接把我整场的记录上传到 YouTube， 你们自己去看就好了呀。这样子已经够好笑了吧？我的样子已经够好笑了吧？合理吧？那我干嘛还需要花钱找人家帮我剪片、帮我后置嘛？对吧？还帮我上字幕嘞 ？Nope。我那个 Q， 那他射到北极去了。这是干嘛？这些人都疯了呀！这干嘛呀？丧心病狂啊！当金属大师不再玩魔斗凯莎，当出光女神不再玩那个雷欧娜，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都改这种英雄的名字，然后没有玩那个英雄，他是来练脚的吧？毁天灭地，太可怕了！在我们出到那个什么失落之章之前，还是不能回家。靠腰嘞，他还有闪现的那个攀升，完了打野要死了。哦，我把打野累得太死了。我反正可以拿一个，我可以贪心一点，拿一层塔钱，一层就好了。我不求什么，我只求一层160块可以吗？啊！啊！我干嘛没走位啊？我干嘛就直直走啊？我直接中了那个标最远距离的 Q 欸，没什么走位啊。哎呦，他这一招真的是很扯欸，走位。小乌龟，可以，对面配合很好，因为对面是双排的、啊、你看他们 ID 金属大师、触光女神，这很明显都是双排啦、啊、但是他们双排却没有玩他们的 ID 的英雄，那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本人啊。触光女神是代打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稽查小班吗？哇，对面的中野联动真的有东西啊！来了，好他妈猛啊！这他妈的奈德利跟这个攀升，终极联动哎、欸，触光女神又要来扫线了吗？这
刺哎、欸，在刺哎、欸，在刺哎、欸。直接开！开了，翻了，翻他了，翻他了，翻他了！怎么是小龟龟死了？这么硬的角色也会先第一个倒牌吗？AD 怎么又残了？给点操作好吗？你们能不能强一点？收羽毛 ，A 他 ！Oh my fucking god！ 我的队友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这个 AD， 突然改这种名字真的好夸张哦！什么天勋？怎么练了、啊、这个但求一胜？你玩成这样还敢求胜？哎呀呀呀！我在才打架，慢慢来。我希望他们听得懂我讲的中文啊，六个字，等我再才打架。如果连这六个字都听不懂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那就15FF 吧。可以啊，这个鳄鱼 respect 我、欸，他不敢跟我打哎、欸。其实他这个装备可以尝试一下硬干我看看，我感觉我也 hold 不住他的伤害。他 respect 我，可以。别怕，你们血量这么多，不要怕了好不好啦？敢不敢往前？哎、欸，要去了，直接去了，这不去没了，这暴龙要打了 ！Oh my god！ 超酷！都没杀到那个凯莎、啊，太亏了！我没闪现了，我这一波会战很危险，真的。好，我要死了。杀！直接被墙开嘞，干！哦，最强的倒了，队友们！哇，这都要输哎、欸，好难受啊！我真觉得我这把已经很 carry 了，可是我的下路真的是太菜了。哈哈哈！哦，对面打野好强哦，金属大师的耐得力这么强的吗？哈，金属大师还会玩耐得力啊？我操，牛逼啊，大哥！反而触光女，反而去那个什么触光女神的专精英雄是耐得力最高分的、欸。
哎呦，换位置哦，你看，他玩雷欧纳是喜欢闪现在 D 的，玩潘森喜欢闪现在 F 的。哎呦，你看，他、啊、你看那个 DF， 太神啦！我真的很佩服这些人呢、欸。有时候他们的 DF 可以这样的话，你看，打对线的时候呢，闪现会放在 F， 然后打辅助都正放在 D， 然后换起来打对线又放在 F， 太神了吧，兄弟！代打，哎呀，代打玩家，检举一下，不过感觉也没什么作用，因为居社。